小伙伴，我们的小羊人回来了，哇！今天爷爷忍者可真好玩，今天要1800张的阿卡，1800张的阿卡，这些都是一些没用的卡，阿卡都是一些阿卡，跟爷爷小卖部换了一盒巨硬的卡包，哇塞！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的呀？真的是让我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感动到哭。消息，好消息，爷爷回来了，小卖部不会倒闭了，哇塞，真好！刚才爷爷打了个电话跟我说，他急需1800张阿卡，只要阿卡，只要废卡，不要好卡，就可以换一个好东西，赶紧啊，让我去。然后我在这里已经数了，这里是我整整1800张，全是一些废卡，全是一些没用的卡，看到没有？都是一些废卡，没用的卡，全是废卡。然后咱们今天去爷爷小卖部看看能换什么东西，好吧？去看一下，玩一玩。现在去爷爷小卖部，打出这个词是支持小卖部的好人。前几天没有拍爷爷小卖部，因为爷爷阳了嘛。然后昨天我们的小羊人回来了，今天他跟我说要1800张的阿卡，只要阿卡，只要废卡。然后我找了这些阿卡，看到没有，全是一些没用的卡，阿卡全部都是一些，全部都是一些阿卡，好吧，1800张对我来说阿卡没什么用，但是对爷爷说他有用的，他要这么多，好吧，可以换东西，好吧。啊，今天看看能不能换一些什么东西啊，其实也挺好玩的啊。这些阿卡放在家里面也没用啊，不然就扔掉了啊。你们说好吧，咱们已经到了爷爷小卖部，来看一下爷爷吧。哇，你们看到没有，爷爷戴着口罩，哇，好吧。哎呀，还挺重，哎呀，我觉得还很重呀。我是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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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爷爷小卖部。看一下爷爷，这是你要的1800张阿卡，我从家里面数了一下，不信的话你再数一数吧。1800张的阿卡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跟爷爷再数一下，是不是1800张，然后看看爷爷能换一些什么东西吧。现在爷爷在数，然后爷爷说今天要给我一个惊喜，1800张阿卡可以换很多东西，好吧。如果能换4周年的话，我这睡觉都是笑着的，肯定4周年肯定别想了。1800张嘛，我记得以前5000张、4000张、6000张阿卡啊，10000张阿卡可以换啊，4周年，但是我只有1800张阿卡，看看爷爷今天能换什么呢？只要开心就好了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好吧，咱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换个这个，跟爷爷妥协一下吧。你们说换哪些东西比较划算呢？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数完了啊，是1800张，差不多了啊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我们结束之后，然后看看爷爷能给我一些什么卡包吧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爷爷好可爱啊！爷爷说1800张阿卡可以换一盒这个，哇，这什么呀？哇，我们的小羊人回来了，还给我一个惊喜啊！哇，换了一盒，这是什么呀？巨焰，哇，第一弹，哇，这是绝版卡包吗？这应该是绝版了。哇，我看好多小卖部都没有这个卖呀、啊。哇，1800张阿卡换了啊，这还给了这么多的卡包，这是送的。哇，还给了一个30块钱的这个印章。哇，还给了一个巨焰，你们说亏了吗？1800张阿卡换了这么多，爷爷小卖部真好呀，真是好爷爷，好想亲一下呀。但是现在不能亲了，现在走吧，等爷爷好了之后咱们亲一下爷爷。哇，真好呀，现在咱们回家，现在咱们回家去拆卡吧。哇，真不错。哇，应该是赚了啊。哇，1分钱没花，1800张阿卡，哇，换了这么多卡包，真不错。但爷爷太牛了吧！哇，1800张阿卡换了一盒巨焰，应该是绝版的卡包吧？哇，你们说是亏了吗？应该是赚了呀！哇，爷爷人可真好，换了一盒印章，还送了这么多卡包给我的。哇，迪迦哥保佑！现在开始拆卡吧。先来两包经典压压惊吧。再来两包。再来最后一包，好吧，迪迦哥保佑，看看这个印章里面能出什么小奥特曼呢？哇哇，隐藏款，哇，隐藏的，好像不是呀。哇，这个哇塞，艾克斯奥特曼，好吧。哇，兄弟们太牛了，我们开始拆绝版卡包吧。哎呦我去，哇，这怎么拆的？哎呀我去，哇塞，这里面是本卡册，我去，哇，这么大的卡册，哇，这里面是一本卡册，哎，哇塞，还有这么多的 PR 卡，哇，还有4张 PR 卡，哇，真牛啊，哇，好牛啊，兄弟们，哇，真不错，哇，这么大的卡册，哇，这个太牛了吧。我们卡册来看一下我有多少本，哇，这一本你们见过吗？还这种小卡册，哎，好多好多这种小卡册，哇，都是超级帅的，看到没有，哇，好牛啊，哇，还这种金黄色的小卡册。我们再看一下这种大卡册，哇，这也不算大卡册，是中卡册吧，比它要小了很多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要小很多，太牛了，以后我就把最好的卡放这个卡册里面。哇，这太牛了吧，是吧，哇，这是中卡册吧，这种是小卡册，你们看到没有，这是小卡册，这是中卡册，这是大卡册，哇，我们以后把这最好的卡就放到这个中卡册里面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小伙伴们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，心